钱肯尼交给外围的德威，在同一个位置出手，这回把握住了。哦，这次球的整个旋转跟弧度就比较漂亮。暂停过后，李银峰也上场了，要对位的是李德威，在底线绕过篮筐，高打板球进。哇，这球跟他昨天得分的方式是一模一样，很厉害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尝试让他做一些禁区的横挡，然后在比较靠近篮筐的地方拿球啊。阴错阳差之间，这样子的进攻，我觉得对他体能的消耗会非常大。德威外线的投射，今天个人第二颗的三分球，69-64。德威要强势的挑战戴维斯，这一回有了。看 ，Julian Boy 是觉得 Boy 的跟 Yankovic 两个人在季后赛一起搭档的机会不太高，所以。这可能还是要看到他们的本土球员。哇，今天德威啊，投进了第三个三分球。记得例行赛已经打了半年了，这些球员也是非常辛苦啊。我都累了，出手受到干扰了。